七，放松身体，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，给予最及时的鼓励，一起对抗疫情。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，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。请收看《慈悲心法语》。我们所需要做的，只是用尽除自己所有诸障碍的方法，来成就自身本具的大解脱。觉悟成佛以后，才有力量帮助他人。因此，我们势必要成佛觉悟的誓言，必须出自内心。大乘佛教彻底强调，实践必须以空观为基础。缺乏慈悲的滋润，智慧之道将显得干涩而理论化。没有智慧的慈悲，又容易由于肤浅或误导。度苦除苦，是着重在自我身心的改变与解放的。
慈悲的完全具现者就是佛，所以佛不会惩罚恶人，且对恶人更加怜悯。就打怕没那让战，因而恶人得救，乃是唯有佛教才有可能的事。在佛陀的心目中，真理的价值不是道德的，而是如实的。欺骗不是好事，因为它减损我们的实性，应立即断然舍弃所有矫饰性的虚言妄语。必须明了，躲在围墙后面过活，是使生命沦为虚假和不自在的原因。舍弃此生任何你最执着的事物与任何牵绊最强之人，就是修行。如此一来，纵使你仍是凡夫之躯，你的心就等于诸佛。即使知道如何禅思菩提心的教法，还是需要接受大悲观音本尊的特殊加持。
持诵嗡嘛呢呗咪吽是实证菩提心的一种方法，能将心转为菩提心，并有效地禅修菩提心。佛教的入门是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从哪里下手？布施。修行可以将心中愤怒的火海转化成清凉的琥珀，一旦我们内心得到转化，不只能停止受苦，也会成为身边的人快乐与幸福的泉源。人生的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任何一事物都不能永远存在。盛极必衰，昌荣的也必然会枯谢，无论何物都逃不过生灭之法，这就是绝对的真理。学佛中重要的戒是时时保持明觉，很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，
最基本的戒是警觉每一分钟的所作所为，其他的戒将跟随他。当一粒种子得到了浇灌，它就会在我们的意识中现行。习禅就是在我们的尝试这座花园中耕作。轮回是个充满苦的无底洞，无法舍断苦与苦因的众生，永远无法证得涅槃。佛法的修学就是破烦恼、破执着而已。只要我们把妄想、分别去掉，我们的智慧能力就能恢复。我们在世间法上，若想完成一件事情时，便很愿意暂时忍耐吃苦，直到达成目标为止。如果有人愿在那些事上忍受那么多苦，那么在修行中，为了一个更大、更恒久的结果，
我们是否更愿意付出呢？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佛要我们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弘扬佛法就要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